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刘仲敬访谈第七十五期：论大英帝国的司法统治，论黄河与大运河，论华人发明。主持人：台湾陈奕宏医师。发布时间：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八日。整理者：三马兄。主持人：您上周六发布的《快问快答刘仲敬快问快答五》，如何评价爱国小粉红与贪官污吏？其实颇有深意，我想跟您多做讨论。您提到贪官污吏，您说贪官污吏这群人把钱转到西方去。 其实是他们为世界文明做出来的贡献，应该表扬而非谴责。您的意思是说，第一，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后代在失去了与东亚洼地奴隶劳动生产机制的联系以后，会迅速的边缘化，所以其实并不会真的对西方的限制造成永久性的影响。第二，你又认为这种资本流动实际上发挥了以前大英帝国殖民主义当中殖民地与秩序输出国之间的经济循环的功能。 从一六零零年建立英国东印度公司到一七八三年美国独立，以及从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到一九一四年一战爆发，在这两段时间内，所谓的大英帝国的内涵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刘仲敬严格来说是没有大英帝国的，只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小团体之间的私人交易。司法统治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面貌是不一样的。 这就好像是水平线相差不多的池塘和水平线相差很多的瀑布之间的关系一样。例如，汉萨商人和意大利的龙巴商 （Lombard Banker） 在英国也是有自己的殖民地的，他也有自己的治外法权之类的东西，但是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英格兰王国自己也是各种司法团体自治的一个巨大的镶嵌体，各种不同的自治体之间的水平相差的不是很远。 这样的团体移植到亚洲以后，就会呈现一个很明显的瀑布式的效应，因此它是被动扩张的。典型的英国殖民主义是没有扩张欲望的，它只是在海岸线上建立一个威廉堡和乔治堡那样的设防城堡，跟香港差不多。其理由也就是齐善和伊律他们在谈判的时候提到的那样，就是要找一个地方安全的存放他们的货物。 所谓的城堡，也就是架上几门从船上卸下来的海军炮，搭一个建筑在那上面。那个海军炮的射程足可以保证在射程之内的货站的安全。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英国人在那里看守他们的货物之类的。他们之间当然还是用原有的习惯法，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样的司法自治会吸引印度的土著或者其他人跑到这里来寻求庇护，而这就是一门生意。司法的传统理由是什么？ 就是生意，无论是日耳曼人还是阿拉伯人的原始部落，司法做大都是从生意开始的。这其实可能是所有原始部落的共同特点。例如，像大瑶山的部落还是这个样子的，它既没有常备军，也没有常设的法庭，没有任何政权机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属原始公社阶段。它有传统习俗，有名声不好的人，也有德高望重和名声很好的人。 往往名声不好的人，轻一点就受到舆论的谴责，有些就自己跑掉或者收敛了；重一点只能依靠志愿者，因为没有政权机构，志愿者依靠的是所谓的“石牌法”，天公地道、神灵坐镇的那种石牌法。特别德高望重的人，也就是非正式的长老，会带着一波志愿者出去上门去制裁他。但是志愿者和长老显然要务工务实。 志愿者和长老跟其他人相比起来的话，没有任何特殊优势。他自己必须打猎和种地来养活自己的家人。他跑出去干这些纯属义务劳动的事情，他家人由谁养活呢？所以渐渐就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如果两家起了纠纷，他们自己解决不了，请长老根据石牌法来解决。那么他们应该个人带几块肉或者其他什么礼物去。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叫误工损失费。 要使长老有利可图，要不然长老就不干了。这显然是社会已经有点发展程度，需要有司法机构进一步专业化才会有的事情。渐渐就形成了这种习惯，打官司是一门生意。德高望重的人，像孔子，他家里面就会有很多肉干存着，因为会有很多人给他送肉干来。别人送了肉干，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脱产给别人讲道理去了。他的职业是给别人讲道理，众望所归。 孔子他老人家是最会讲道理的人，所以他不用做别的工作，就坐等着收肉干就行了。这种活动到底叫做教育活动还是叫做司法活动，是没必要认真区别的。其实最初都是一回事。伊斯兰教习惯法当中，教师和法官也是区别不清的。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在日耳曼部落，当然也是这样的。司法的主要部分就是钱的问题。我们家的人被你们家的人杀了以后。 主要就是蒙古习惯法所谓的烧埋银的问题，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大家都是武士，武士只能死在战场上。如果自己人械斗死了的话，那是不会有杀人偿命这种事情的，只会有特别贵的命价。所以蒙古人征服南宋以后，所谓的四等人制，蒙古人杀人只付烧埋银，男人杀人就非砍头不可。于是这叫种族歧视，但这其实是个人的习惯法。 宋人怎么也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低贱，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是受到保护的顺民，你没有自己杀人的能力，所以你被杀了以后，你就觉得不把别人杀了是不公平的。而武士是干什么的？武士是以杀人为职业的，或早或晚你，你都要死在战场上的。你死了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只不过别人必须给你敷烧埋银。如果谈判不了的话。 那当然就去找长老仲裁，于是就要看长老公正不公正，因为这是非正式的法令，长老也不是一定要当长老的。如果谁不公正，他渐渐就收不到肉干了；如果很公正，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就会有很多肉干送上门来。于是他就觉得他发了财了，于是这种声誉就可以遗传给儿子。比如说，圣路易是圣王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 那些不怎么成亲后不怎么虔诚也不怎么英明的国王，每一个都要把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头衔挂在自己头上，为什么呢？这就是无形遗产。遗产不仅是有形的物质遗产，你不光是收了很多肉干可以传给孔家的第二代，还有一个我可是孔夫子的二代或三代呢，你们不给我送肉干，难道还要去找那些无名小辈吗？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酋长变成国王的重要理由。 无形资产、声誉和信任值的积累，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司法体系。国王的司法体系当然也不是唯一的司法体系。再比如说，蒙古突厥部落，它的司法体系就会比较简单。而欧洲的司法体系是特别复杂的，主要就是因为基督教会的存在。基督教会继承了一套逼格很高的讲拉丁文的罗马式的法律，使得日耳曼蛮族的习惯法显得相形见绌。 于是，双方的竞争关系使得司法体系变成镶嵌式的，但是基本原则还是各个小小区自行行使司法权利，司法权是可选择的，像自由企业一样，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法院体系。而某种法院体系势力大了，收的钱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导致政治势力的扩充。但是这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你设计出来就能管用的。 到了东方，就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效果，就是各式各样的寻求庇护、寻找英国司法权，或者是想要利用英国司法权的人会混上门来，使它呈现一种罗马万民法的面貌。本来罗马法是不管外邦的，但是后来就不得不管希腊人和外邦人的事情了。当然，这也不是白管的，要额外收钱。最初是额外收钱，最后这种额外收钱的办法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势力。 例如，马来联邦基本上就是这样搞成的。某一个王公被暹罗人或者自己的臣民赶了出来，他最现成的办法就是跑到英国领地去寻求保护。大清国的官吏如果被通缉了，也现成就是跑到香港去。然后后来，广东的各路军阀谁倒了霉，谁就往香港跑。当然，他们都是带着钱去的，把香港的物价推高了。 然后他们就自然会在香港这样的地方引起本地习惯法和英国法之间的冲突。这种事情在英国殖民地和法国殖民地都有过，但是效果是不一样的。例如，写《最后一课》的那个都德 （Alphonse Daudet） 有一部磨房书简《Letters from My Windmill》，曾经提到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公证人成灾的地方。 他还描绘过一个故事，著《剑本书》atmillianna 一章。阿尔及利亚社会本身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老，本来各部落的纠纷是都找他去仲裁的。后来一个特别狡猾的犹太人跑到他这里说：“我承认西德奥马尔西德奥马尔长老是公正的，但是凡事还是找治安法官比较好。”他说他要去找法国的法官，长老就对他很不高兴，觉得这个犹太人是败坏了本地良风美俗的坏人。 法国的体系是比较僵硬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在殖民地取代了原先各部落之间博弈形成的习惯法，而英国人是不推行这一套的，基本上是愿者上钩。但是实际上，愿者上钩卖出去的货反而比强制推行卖出去的货更多，寻求庇护的各种团体更多，这些人之间自然而然会形成类似的纠纷。例如，我带了几个姨太太来。 他们原来可能是很老实的，到了加尔各答以后就变得不老实了。其中有几个头脑聪明的人觉得，按照英国法，我还可以要到点别的什么；而其他比较老实的人就觉得不对劲了：怎么我们都不要的，你都来要，这太不公平了。这时候就有律师和翻译上下其手了。例如，像是前清的遗老翰林之类的，跑到香港避难，本来是穷的依靠卖字卖画为生，现在有律师上门了。 英国法官觉得要尊重一下习惯法，但是习惯法是什么呢？好像翰林应该是最懂习惯法的，你就来说吧。到底谁是姨太太，谁不是姨太太？到底是穿红袍子算数，还是穿其他的什么东西算数？我们就听你的吧。如果他老人家接受了某一方面的厚礼，他就可以从中上下其手了。这也就是史书所描绘的蒙古人、色目人在杭州的官吏会被翻译操纵，所谓的励志黑暗。 其实这就是习惯法体系造成的必然现象，这就是一个落差。同样的案子，把英国人搞进来卷一手，和没有把英国人搞进来卷一手，效果会大不相同。在英国人炮火的覆盖范围之内，建立一个流亡王宫的宫廷，就对多半是篡位上台的新任王宫构成一个极大的威胁。马来王宫就是以这种方式，渐渐的一个一个变成了英国的被保护国。 但是变成被保护国的过程其实是被动的，最初还有很多是假冒的。其实我只是去避难的，但是我拉大旗做虎皮，我向其他的王公说女王已经答应支持我了，于是我很可能会骗到一大笔钱和一队人马，也就真的是反攻复国了。而这件事情，女王其实完全不知道，顶多是本地有一些腐败的殖民地官员睁一眼闭一眼，仅此而已。 但是，这样的关系积累起来，渐渐会形成先例，最后就会真正变成保护国和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最后，依靠英国殖民地保护来夺取政权的那些王公，渐渐就越来越离不开英国人。他们回去的时候，很可能会带上一批英国技术人员、炮兵还有财政官之类的人，替他们整理财政或者军事。 这几个为数不多的顾问，很可能就是奥德、奥德宫廷诸如此类的宫廷内部的最核心的人，就像是赫德爵士，他手下也没几个人，但是大清国的财政基本上是全靠他的。这样的体系是没有领土边界的，它是像中世纪的封建体系一样，是不成文的，是多色调的，不是非黑即白，领土和非领土有边界的，而是一连串的。 很黑很黑，几乎就是领土的，有点灰色的，跟领土差不多的附庸国，深灰色、浅灰色、蓝灰色、紫灰色,色、红褐色、粉红色，接近于白色、全白色，是各种不同色调的混合物，很难说边界应该画在哪里，也很难说有没有边界的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列强才感到有必要划分一条明确的边界出来，这主要是拿破仑干涉东方的结果。 拿破仑亲征埃及，然后又在欧洲大陆建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和一系列傀儡共和国。这些共和国不完全是傀儡共和国，因为欧洲大陆普遍有拥护启蒙主义、拥护民主主义的人，这些人会把法兰西共和国看成他们的靠山。所以，例如巴达维亚共和国和赫尔维蒂共和国之类的，它显然是有自身的支持者的。于是，政府分裂成为两个。 亲英的荷兰王国和亲法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双方各自派出自己的将军到远东去。这时，远东问题就变得尖锐了。如果不把边界划清楚的话，显然法国人要插进来。所以，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边界就有必要划清楚。荷兰的实际统治区其实就是巴达维亚城堡，在巴达维亚城堡以外，它还有几个依据条约权力建立的租界地。 还有一些特殊的，像西柏林空中走廊那种优先通过权，但不是领土。同时，他还做保安生意，由荷兰人负责保护的王宫，别人是不敢打的，所以他要收通行费。通行费其实是在巴达维亚以外的地方，你如果给钱，他就会给你一个受荷兰人保护的身份，带你通行。但是通行的地方其实并不能算是荷兰殖民地或者荷兰领土。 巴达维亚的总督跟各小部落的苏丹、酋长和假毕丹之类的签署的是各种不同的条约。例如，对于很能打的世袭马六甲附王的武吉斯 b u 斯 i s 海盗和亚齐的苏丹国签署的条约就很接近于同盟条约；对于不大能打的广土众民，但是却非常费拉的爪哇帝国或马打兰帝国签署的就是一个近乎保护的条约。 对于完全不能打的，只能够自己打自己的华侨团体，假币单签署的基本上就是纯保护协议，所谓的通行费制度。通行费制度就是一个武装护航制度。他们很善于做生意，但是很不能打，所以就由荷兰人保护他们，于是让他们交纳通行费。这个体系显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体系，而不是一个国内管理体系。 但是现在的历史著作差不多都把它说成是荷兰殖民主义的产物，说成是荷兰人对各种不同种族的不同歧视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它是只有巴达维亚和几座孤城的荷兰殖民者对于跟实力不同、自我保护能力不同的其他政权的各种合作和敌对关系的国际关系的总结。但是这一点也不能深究。英国在大宪章那个时代其实也是一个国际关系体。 所以，大宪章的主要主角其实是主教和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本身显然也是国际关系体，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显然也是国际关系体。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其实是神圣罗马帝国宪法的一部分，但它也是国际法的起源。国际法和国内法有明确区别，这一点是不能适用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前的宪法和条约，在那以前是不能分的。 在那以后，也只是在欧洲有点区别开来的意思，在远东和全世界也是区别不开的。直到1815年条约有必要把这些地方划分清楚，哪些地方是属荷兰的，哪些地方是属英国的，边界划分清楚了以后，比如说拿破仑下一次再过来捣乱的话，才有正式的负责人。其实这条边界画出来的时候，被理论上画成英属马来亚。 或者和属东印度的那些地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原先属无主地，英国人和荷兰人占据的其实都只是几个点，但是现在理论上那些土地都算是属他们的了。这并不是一件占便宜的事情，而是一件倒赔的事情。特别是法国人所主张的那种民主主义，他要求政府进行积极建设。过去的东印度公司是很讲究成本的，他之所以不占巴达维亚以外的土地。 是因为他不高兴提高自己的成本，但是法国人支持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就实行赤字财政，大搞全爪哇、啊、的道路和教育建设，到处去修建学校，结果给巴达维亚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债务，使他由黑字转为赤字。但是不可否认，近代东印度殖民地和近代印度尼西亚的基础是拿破仑替他们打下的，就像近代埃及的基础也是拿破仑打下的一样。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近代印度尼西亚的官僚机制不可能产生。而近代印度尼西亚其实就是合印官僚机构的直接继承者和扩大。印度尼西亚的教育机构、启蒙和民族发明，全都是为培养、建设和保护全印度尼西亚所必须的官僚体制而准备的。例如，文官学院、师范学院、候补学院、中学、小学。 没有文官体系的话，这些学校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有了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那些没有做官的人，就自动变成知识分子和民族发明家了。印度尼西亚实际上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印度的边境，则是在跟锡克教帝国和其他帝国之间的复杂外交关系当中不断扩大的。他的宪法一直到一九一一年迁都德里为止，都很像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 也就是说，它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一样，是历史条约的总和。早期签署的条约处于宪法的核心地位，所以首都设在加尔各答。后期签署的条约是处在比较次要的地位。但是越后期签署的条约，政治统治的色彩越明显，司法性质就越弱，反而更像一个帝国。最后，等到莫卧儿皇帝已经退位几十年以后，总督傅王才从加尔各答迁都德里。 在印度本地民众和大象的欢呼声中，住进莫卧儿帝国的皇宫。那已经是辛亥革命那一年，一九一一年的事情了。莫卧儿皇帝退位都已经退了五六十年了。这时候的印度帝国才开始考虑制定一部正式宪法，而这部宪法像欧洲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宪法那样的真正的宪法，要到一九四零年代才正式制定出来。 宪法的制定实际上就是英国殖民主义结束的开端。制定了宪法就要有选举制度，选举制度就要从各邦的选举进入到全国的选举，这就意味着英国人已经快要撤退了。其实，英印帝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非正式的状态之下存在的，它的形态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正在扩张的封建过程。 它跟日耳曼封建领主和神圣罗马帝国在东欧斯拉夫地区的互动是非常相似的，但不像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魏玛共和国式的，一个制宪会议制定出一套国家法制，或者说是一群人征服了另外一群人。司法意义上的双方相互利用，是政治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自由选择的结果。当然，从经济上来讲，这意味着。 弱者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强者不能相互信任的土著社会，向弱者可以保护自己、强者说话算话的英国人社会交纳秩序购买费。这个费用只能叫做秩序购买费，否则从纸面上看来的话，难道穆斯林帝国没有自己的法官吗？但是穆斯林帝国的法官是保护不了你的王子在签署投降条约以后不被杀全家的，而英国的法官是可以保证这一点的。所以结果就是。 穆斯林王公权都跑到英国人手下去了。其实这种现象在罗马时代也已经发生过。所谓罗马的高价公寓，一般来说是由下台的东方国王、埃及国王或者帕提亚国王之类的租住的。他们跑到这里来，经年累月地打官司，希望罗马人出兵让他们复位。有的时候真的能够获得成功。 但是最后，大部分这样的区域就是由那些永远不能够复国的公子王孙的后代居住了。这个也是罗马人被迫干涉东方的一个重要动机。但是这种被迫干涉也是有利益动机的，总会有一些比较腐败的官吏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发一笔。比较清廉的，像加图这样的人，就更强调孤立主义，觉得不应该管这些闲事。但是两者之间博弈的结果总是进三步退两步。 使罗马的权力不断向东方延伸，这其实是秩序生长的一个自然趋势。这就相当于是古籍中所谓的那种周文王以德服人，三分之二的诸侯都跑来请他仲裁。据说他的仲裁非常公正。两个国君为了争几百亩土地打官司，一到旗下，看见周文王如此的彬彬有礼，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当场达成和解就回去了。于是周文王的美名名扬天下。 这个故事显然是经过后世儒家神话化的结果，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在诸杀天下万国的时代，用这种方式是可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的。周文王或者是相当于周文王的周成邦国家的先辈，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积累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源，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反对殷商的大联盟。所以，这种做法应该是在所有的多国体系和原始部落当中都普遍存在的。 之所以它被说成是殖民主义，主要是因为白所发明的结果。他们要使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的众多征服和政权更迭中显得非常特别，使哥伦布以后的五百年变成世界历史的一个特殊部分。世界历史以哥伦布为界，结为两段，分为殖民主义以前的世界和殖民主义以后的世界。但是人类的本性没有在哥伦布时代发生明显改变。 所以，实际上这种阶段只是一个表象而已。主持人，我们东亚人比较熟悉的是后面那段，就是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大英帝国，一般所谓的借由压倒性的工业力量和海军所维持的全球自由贸易非正式帝国体系，听起来好像美国一样，不过差不多。现在的中国所谓的贪官污吏所扮演的角色，在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与清帝国的关系中，是哪一个群体在执行？ 刘仲敬严格说来，因为清帝国还算是一个有章法的帝国，所以他没有出现像这样的大规模的贪官污吏出逃。这样的大规模的贪官污吏出逃，其实是在清帝国解体以后才有的事情。清帝国的那个时候，出洋的人是阶级地位不高的。一般来说，不要说是皇帝和王公了，就是士大夫阶级都不怎么出洋的。 出洋的人是苦力和商人，这些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所以他们的侨民团体也基本上没有上层建筑。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就是被儒家和帝国压住的一些土著的社会组织，因此能够露头。但是也有明显的坏处，就是相对于其他的移民团体，例如穆斯林王宫之类的，他的势力和高级文化明显是更弱一些，形成自己习惯法的能力要差得多。 大规模的出逃应该是戊戌变法以后的事情，就是说清帝国本身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光绪皇帝的退位是真正的合法性危机，使得理直气壮的士大夫出逃者变得很常见了。皇帝退位以后，大量的遗老遗少流落到大连、青岛以及香港这些地带。最后在军身政权时代，基本上所有的失败者都会跑到租界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地方去。 但是他们跑的都不算太远，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跑到美国去，跑到日本就到顶了，因为他们还要保留一个随时准备打回老家的机会，所以是不愿意跑得太远的。在这个时期，双方的秩序落差可以说还不算是很大，证据就是他们跑的不算很远。等到国民政府的时代，他们就开始跑得很远了，跑到巴西和美国诸如此类的地方就变得非常常见了。 真正跑到全世界，就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事情。这个逃亡活动的不断升级，其实是内部社会解体的一个相应的指标。士大夫阶级还在的时候，他们内部还是有一定的规矩的，这个规矩还能够使相当一部分人觉得有些安全感。等到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所有的小老板都想要借机逃跑的时候，就是内部已经基本没有自发生长秩序的能力了。 主持人，武汉目前的状况应该已经接近军事戒严了，而且从中国境内各地抽调和摊派物资到武汉，但是忙中有错，荒腔走板的事情也是很多。例如说，江苏省的救援队到湖北政府那边，竟然被劫走医疗物资了。台湾有一种通俗的历史叙事，强调中国必然统一在一个可以治理黄河的强大中央政府手中。历史上的大一统帝国面对这样的天灾的时候。 大概是怎么样处理的？例如说，一八五五年咸丰黄河大改道，当时清帝国是怎么样处理这种自然灾害的？跟中国共产党处理的方式有没有什么异同？刘仲敬严格来说，黄河的治理这件事情不是大一统帝国产生的原因，而是产生以后的后果，或者说它有一部分是大一统帝国本身造成的，主要就是蒙古以后的黄运加持问题，黄河水急，运河水缓。 运河是人工河道，很容易被黄河冲垮，而帝国的利益是要首先保证运河，所以借黄河来维持运河，因此把运河沿岸的地方都作为不重要的地方，只要运河的终点杭州和北京能够维持，中间的地方全部搞垮也没有关系，所以中间这些地方实际上是在反复的治理当中被牺牲的。我们要注意，治河这件事情是要有利益主体的。 在孟子所谓的“以邻为壑”的那个时代，是个诸侯国以自身为主体。什么叫“以邻为壑”？就是要把黄河周围的湿地填起来，开垦成为良田，这样就可以增加很多粮食和劳动力。这是他们都在做的事情。那么，河对岸岂不是倒霉了？我把河的东岸给填平了，那么水肯定往西岸流。于是，西岸的人也跟着填起来。 他们为了把水挤到你这边来，就筑一个更高的堤，双方各自把堤越筑越高，这就是孟子所谓的以邻为壑。在这个时期，生态破坏是不严重的，因为各诸侯国有自身的利益，他们要保护自身的利益，不能把自身的田地给弄坏了。但是大一统帝国就不在乎这个，大一统帝国保障的是首都的安全和首都粮食通道的安全，地方上的各郡多死一些人。 对他来说是不在乎的。第一次治理黄河就是汉武帝执行的，以前都是各诸侯国分别治理。汉初的时候，汉国的势力还达不到吴楚各国，所以还是一个小战国的局面。周亚夫和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诸侯国失败了，现在汉国的势力能够一直达到关东了，于是黄河全变成了汉国的领土，七国被肢解。于是洪水来临的时候。 这一次就由汉武帝和他的宰相全权负责。而据司马迁的记载，宰相因为在黄河北岸有一些庄园，他坚持要把洪水引向黄河南岸，使得洪水十几年都治理不好。这是大一统帝国给黄河留下的第一次灾难。等到大运河修建起来以后，灾难会变得更多。在这中间，由于宋辽之间的对立，宋国害怕失去黄河天险。 所以一定要让黄河往南流，造成了黄河夺淮入海，使得著名的黄泛区沙漠化。在这个阶段就是它的病根。蒙古人制造山东高地运河，高地运河必须依靠水闸逆着地势运水，调黄河的水，使得黄河和淮河的问题再也治不好。然后明朝的潘季驯治水继承了这个基本格局，利用黄河水来支持运河，以水冲沙。 以后，清城明治，它的水利工程基本上是按照同样的方式，以牺牲淮河，以长江为泄洪口的方式执行。黄河牺牲淮河维持运河，淮河被冲垮了以后，淮河水入江，依靠长江作为总泄洪口。这就意味着，从黄河到长江之间这一整片就要变成流沙区域。皇上和曹邦合作，设置漕运总督，防止流沙区域的大批像捻军一样的流寇侵犯运粮船。 只要运粮船一路通行无阻，漕运总督的职务完成，运河的功能完成就可以了。中间这一片地方是默认的流寇的地方，山东徐州是出强人、出梁山好汉的地方。基本上这个社会格局就是这样造成的。他们都是大运河整体上的牺牲品。所以不是说治理黄河的需要造就了帝国，而是帝国依靠大运河把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双头分裂状态联合起来。 一个是北京城，北京城代表内亚的武装力量。即使是明朝，明朝的武装力量主要也是蒙古人和土司组成的，主要也是像唐朝一样招募内亚武士。而粮饷来自于浙江和江苏两省。从帝国的角度来讲，其他各省是不太重要的，有很多都是倒赔的。只要哑铃的两端由大运河连接起来就好。帝国就是这个哑铃，哑铃中间的一部分是最脆弱的。 等到山东总兵刘泽清不听崇祯皇帝的将令，自己南下扬州，把山东留给流寇以后，帝国就完蛋了。因为这个时候，北京城已经注定要饿死了。无论是崇祯皇帝还是李自成，都没有能力重新打开山东运河，所以历史使命注定要落到满洲人手里面。只有满洲人才能够重新打开大运河。只要大运河打开了，苏杭的粮食能够进京，大清国就能够维持了。 永历皇帝在不在云南其实是没关系的，陕甘存在不存在也没关系，只要大运河南北两端存在，广东和广西可以分给藩王，这个帝国就能够存在了。大运河才是帝国的基本主干线，当然，它是一个极不自然的联合。要说是水利工程的必要性造就了帝国的话， 那么这个水利工程也不是什么生产性的水利工程，不是你假想的尼罗河水造就埃及那种意义上的水利工程，而是破坏性的，把华中的大片良田全部沙漠化，以江南的粮食支持北京这种破坏性的操作来维持。它实际上呈现了帝国的二元性，就是内亚性和东南亚性。严格来说，没有汉人，没有中国。你如果搞基因测试的话。 那就是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什么是北方汉人？就是通古斯人汉化。什么是南方汉人？就是百越人汉化。一个是内亚人的殖民者的后代，一个是东南亚土著居民的后代。从历史黎明时期的状态来看，扬子江以南基本上是东南亚人口，黄河流域是东南亚人口和内亚人口的交错区，山西和陕西基本上就是内亚人口了。 内亚人口殖民的结果，就造成了所谓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的区别。所谓的中国，就是内亚和东南亚之间的一个过渡区。北京和苏杭之间这个哑铃状的帝国二元性，其实就是内亚殖民者和东南亚殖民地的双元结构。这个结构虽然产生于明清，在明清时代定型，但却是深深根植于东亚洼地的古老历史的。东南亚土著是没有高级历史的。 他们没有大的政治组织，政治组织是内亚殖民者带来的。商周都是内亚殖民者，内亚殖民者的征服产生了大型的以劳动力强制劳役为基础的殖民帝国，这个殖民帝国才是中国的起源。中国从技术上讲，就是荷兰、印度尼西亚帝国和英印帝国的类似物，它的主体一直在中国之外。 只不过土著居民只能看到加尔各答的英印帝国，而看不到伦敦，所以他们反过来制造了一套神话，认为加尔各答才是正统。远方的蛮夷一再被我们同化，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基本真相。一般来说，生产性的水利是地方性的，就像是前王在浙江搞的那些水利，它是由分裂的各小王国和地方上的宗族执行的，像都江堰这样的工程。 帝国用来支持财政的大运河和,和诸如此类的工程，基本上是破坏性的，起的是压制和破坏地方小共同体的作用。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说，面对天灾或者无论是哪一种自然灾害，大一统帝国的冲动或者本能就是保住政治中心和抽取粮饷税收的中心之间的通道。以您现在的说法，就是重点还是要保住龙骑兵地区。刘仲敬，是的。 帝国不是什么生产性或者治理性的东西，严格来说，帝国是殖民性或者镇压性的东西。主持人看起来，共产党的控制能力比起之前二零零九年的汶川地震或者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其实已经下降非常多了。其实很多村镇在官方命令或者在没有官方命令的情况下，已经开始自发封锁，不让外人进入。您认为这样的现象对于朱夏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在时间表上面。 或者说，诸夏爱国者现在应该如何把握这样的机会？刘仲敬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被击溃或者压倒的，它只是被忽视了，在被忽视的情况之下而存在。比如说，我要搞掉百分之五，但你正好处在没有被搞掉的百分之九十五，你看上去就是自行行动了。但是我如果要搞你的话，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搞的，只是大多数情况下你是不值得搞的，而且也没有把动员力投到这个方向而已。 如果能够进行强势整顿的话，这些东西未必能够维持得了。但是要进行强势整顿的话，那它就必须有重点、有规划、有目的性。这中间自然而然就会形成被遗弃的内部边疆这样的东西，内部边疆会留给像燕军这样的小团体。 当然，能够利用这些机会的，必然也是枭雄式的人物，是有一定黑社会经验的，像刘汉之类的人物，而不是纸上谈兵、只会发表议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持人从二月一号开始，澳大利亚就切断了对中国的所有通航，而且也禁止绝大多数在中国居住的人入境澳大利亚。而且，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有证据显示。 从二月一号开始，澳洲政府内政部就再也没有发出任何一张学生签证了。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您就说，盎格鲁撒克逊的普通法看起来一点也不正直，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动作的非常迅速，而且非常果决，以至于在政治完了之后，大家以为他并不正直。在我看来，很多人都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已经被中国渗透非常深的地方。 但是，澳洲是不是有可能借由在习惯法里面的在政府内部的操作，而很快达成排华的效果？刘仲敬：是的，恐怕以后就再也不会有新的签证出来了。以后的话，恐怕留在澳大利亚的澳华渐渐也会遭到限制，最后被驱逐出境，或者搞到圣诞岛或新几内亚去。澳洲跟中国的联系只不过是出口一些原材料而已。 在经济路线发生变化以后，这个联系很快就会中断的。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在清帝国的时候，出洋的这群人的社会阶层地位通常是比较低一点，很少看到士大夫阶级。可是有一个群体，就是我们所谓的潮州人，在整个清帝国的后期一直到现代，都出了很多有钱的商人，甚至还有一批潮州人其实是参加了泰王国的民族发明。 为什么所谓的潮州人这个族群在整个东南亚和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里面扩张的这么大？为什么他们现在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看起来好像是华人里面最有组织力的群体？刘仲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东南亚的小球场，是边户齐民只流于形式的地方，他们的交通线一直都在海上。东南亚人本来就是分散性的，有几条海上交通线连接起来的远程族群。 所谓他们开拓了东南亚，其实这只不过是那些人原本就是他们的亲戚，自古以来他们就是在海上经常交换的，只不过留在清帝国的这一部分学了一点汉语，然后把自己发明成为潮汕人而已。对于他们那些没怎么学汉语的，只是普通的商人和底层人民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们自古以来原有的生活方式而已。现在他们那些交通线。 其实恐怕就是远古时代从印度东海岸一路向东延伸的那条东南亚人殖民交通线残余的一部分，只是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明而涂上了一些不同的色彩而已。他们本来就是基本没有卷入官场生态，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精力才能够全部用在自己原来的海洋开发路线上面。但是，华人这个概念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发明出来的，主要是在香港和马来跟英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以此为身份，争取他们的领导地位。华人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广东人的产物，至少在英美的体系当中，广东以外的族群如果还有一点地位的话，那就是闽越人，其他北方各省是基本不存在的。所谓华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其实主要就是由这两省人制造出来的，而他们发明华人这个概念，而非汉人这个概念。 本质上也是因为他们跟吴越士大夫在清国内部的地位不一样，他们不是合作者，而是被排斥者，所以他们发明这个概念的同时，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反清性质。这跟汉人的概念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的。汉人的概念有很强烈的民国性质，有反清复明、士大夫的民国、反对内亚蛮族的清国的意味，但是华人这个概念就几乎没有士大夫性。 而是把士大夫也当成跟汉奸差不多的群体来对待的。主持人，您刚才说，在西方世界的印象里面，华人主要是由广东人或者是在广东这边的东南亚族群所塑造出来的，顶多闽越人占了小小一部分。那么，为什么闽越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福建人或福州人，在这个体系里面占的比例如此之小？其实他们也是航海民族啊。 刘仲敬恐怕是因为香港这个港口在华人这个概念的形成当中，在十九世纪中叶发挥了特别作用的缘故，而香港基本上就是广州沙面的外部，依靠广东本地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情。像太古银行的买办莫氏家族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他们是首先给英国人做买办，最后变成了一支只会讲英语和粤语的族群。 但是，就是这一支基本上已经不会写汉语，也不认识汉语的族群，在英国人面前发明了“华人代理人”这个概念。这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上的概念。在经济上讲，是为了从太古公司取得在广东和大清帝国全境的代理权，例如太古糖厂之类的代理权，可以一直卖到山东或者满洲去。所以，他们代表华人，对他们来说是有很大利益的。 他们也是省港大罢工时期编练团练来镇压国民党的那些地主豪绅的主要领袖，华人的概念基本上就是由他们这种人发明出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发明华人概念实际上是制造出一个绕开大清帝国的政治机构的准国家的概念，而这个准国家是由他们来负责经营的。华人在英文中间仍然是 Chinese，但是它却是一个跟大清帝国相对立的概念。 主持人，那么这就很有趣了。您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跟李光耀的李氏家族在新加坡的经营联系在一起？虽然李氏家族看起来就是潮州人，但是他们很奇怪的在新加坡选择了以普通话作为他们的义务教育的推广。这背后是不是也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有让新加坡能够成为所谓的大中华地区的代理人这样一个企图存在？刘仲敬显然就是这个样子的。新加坡是去中国化非常彻底的地方。 他们像香港的墨氏家族一样，基本上是不会讲汉语的，而且讲汉语的人有明显的二等人的阶级特征，足以保证他们非常排斥汉语。华人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强的买办性，他最初的提出者基本上都是买办一类的人，而买办有点像是奥斯曼帝国的热那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他既是帝国的一级力量，但他本身又需要帝国的存在。 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英国的经济殖民地，而不是分裂成为几十个小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他们要操纵奥斯曼帝国，而不是让奥斯曼帝国完蛋。主持人，所以对新加坡来说，最好的状况其实是中国保持一个大一统的半死不活的状况，而且还是以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而普通话在新加坡反而是二等语言，这个才是对新加坡最有利的状况。 刘仲敬对，但是这种状况不稳定，它必然会引起奥斯曼帝国的自强运动，而自强运动必然会把他们这种人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代办来疯狂打击。主持人，所以您才会说，假设那个时候新加坡的主政者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华人这群人发明了潮汕民族，而且把新加坡当做一个五族共和或者几族共和的联邦，不把自己当作华人来看待。 他们反而比较有可能得到长治久安的城邦。刘仲敬是的，亚美尼亚人之所以没能建国，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亚美尼亚人是奥斯曼帝国的大一统主义者，他不希望建立小亚美尼亚，而是要保持一个大奥斯曼帝国，而让亚美尼亚人作为该帝国的金融家阶级，把帝国抓在手里。 一万五千字到此为止，剩余内容以及完整视频，请加入刘仲敬文稿站 thejscript.com 会员进行观看。谢谢观看，欢迎订阅、点赞和分享转发。